没有，没事啊，有一年的。我把那两个看什么气压吧。包你妹，还有油。就哪个好的？排气的话就是，它这个透明的什么玩意？没必要，就是说三至四次，反正一般都是根据前面的。一件这种衣服，合适不合适？一件才一件。就是看你那个产品会哪有几件呢？那你拍的它一闪一闪的，它这里没闪。那个是不是在后啊？啊？是不是？是呀。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呀。看到漏眼水，或者发现它的尿量多少不一样。说不定真的是哦。啊，对，你们去做的时候，都是上过水的。做薄一点。它一个上模一个下模，这个上模做不出来的东西，你把凸出来的东西做大一点，它就是就薄一点；做小一点，这个我那做的都不多了。哦。加这个尿的话，上下两。把小子拍入金山了。不要把我的豆豆，不能。我没那像素啊，你以为都跟你的神器一样？我的豆豆拍不出来，好不好？下次拍到要拿像素不高的。这边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我想把那个拍那个撕的过程拍下来。撕的过程很好拍嘛，那随便拿一个人撕就拍下来了嘛。我撕不开啊，撕不开。一目好看一个小的，真的要五毛钱一目了。好，可以吗？走了，走了。把你的名片照一下。